尽管雨虹十字会开战开不停，但这似乎并不能影响郭美美的好心情。近日与友人一同回京的郭美美现身机场，虽然当天是素颜示人，只戴了一副框架眼镜，但郭美美与友人白富美的装扮还是惹来不少路人侧目。当天郭美美身着修身小上衣和包臀长裙，露脐装透出小性感的味道，一旁的女性友人身着极地黑色长裙，头发慵懒随意地绑在脑后，而凡是两人走过之处，背后总会投来不少旅客路人注视的目光。记者绕至其身后一看，原来郭美美前露脐后露腰，身旁有人露出半个大美背，于是两人在机场模特秀走了一路，后来到停车场后登上豪车离去。酷六娱乐，余文速递为您整理报道。